阿宅，阿宅来，来给你，阿宅，阿宅他们现在在大那个大卡车下面躲雨啊！啊，你们看阿宅，阿宅，阿宅刚刚有跟我打招呼，阿宅在那边呜呜呜呜呜呜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各位柴粉哦，喜欢阿宅的柴粉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阿宅现在的状况哦。阿宅呢，哦，新宅嘛是袂歹呢哦。阿宅来，阿宅，阿宅给你来摸摸嘞。多多麦克里要找石头啊啦，没有石头啦。阿宅，阿宅，阿宅呢？我听到阿宅在叫了，阿宅的叫声好好低沉哦。啊，小黄，小黄，小黄，大姐阿公，小黄是一个女生呢、啊。哦，阿宅在叫了，阿宅在叫了。好，走，跟。阿宅跟一起来草原玩啊，跟走了。那现在呢正在下雨哦，所以我带他们来大榕树下哦，因为想说这两天呢比较忙哦，所以没有直播到他们散步。啊，另外多多了，另外多多了，多多现在在找车上的球，多多在挖车上的球。哎，没有多多，那边玩球、哦、这一颗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哦呦，多多难得不玩石头要玩球呢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多多，多多今天不玩石头，我、哦、他喜欢这一颗啾啾球，哎呦哎呦哎呦，错了那个大大矮了啊啊，去吧，哦，他们终于肯玩球了哦，玩球，哎呦，大大还滚一圈，哈哈，哦，肯玩球是一件好事情啊，不然多多一直在玩石头，我都很怕牙齿会受伤，哎呦，多多你想玩球了哈、哦，哎呦，今天难得。难得哎，你快来到老李来，到老李来哦，凑那么大大哥来哦，管你什么代志，嫁掉啊！那凑那那都那本身就嫁掉啊，被口水噎到了。好来，哎、欸，去吧！哇，好快，好快！哇！哎、欸，豆豆，豆豆，好，哎呦，啊、我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因为这一颗球就是他们在玩水的时候玩的球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要听到这个叫声，听到这个叫声跟这个球的样子呢，跟味道，他们就会想起，呀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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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豆豆看到了，他们就会想起呢，又可能又要玩水了，哦，就是呢，很多时候他们的潜意识可能会告诉他们说，哎、欸，听到这个声音好像就是在水里面玩的那种感觉了。哎呦啊，哎呦哎呦！好，来来，给我等一下，多多等，啊，还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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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再一次哈，再一次哈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哇、哦，好快哦！只是呢，这一次他们玩球的样子不大一样，因为呢不是在水里面的啊，那但是他们的潜意识可能还是告诉他们说，哎、欸，听到这个球的叫声啊，然后咬到这个触感，就会想到他们之前在水里面玩球的那个样子哦。只是呢玩球就会变成这样，要水龙吹暖了，没有水就是这样啊啊，好，我丢我丢我丢，等一下那边，哇，丹丹咬到了啊！丹丹，咬回来还我啦，有啦，没人咬的啦，没有人这样咬走的，咬回来还我，快点！给你咬回来，给你来给我，给我，丹丹，啊，丹丹现在很明显想要自干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老爸九九的部分，啊，九哎，小鸟嘞，小鸟在哪里？哎呦，哦，快点快点，跑起来跑起来，哎，丹丹你。球要还我，你看多多现在多深情，在望着大大，因为大大把球自干。哎呦，多多趁他不注意，要偷吃偷干走、哦。哎呦，咬回来了，咬回来了，哇！多多抢到了，趁大大一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来来来，还我还我，好好好好好，去吧。各位柴粉，你们想要看阿宅是不是？刚刚的片头有让大家看阿宅他们跟他的几个伙伴，现在正在。卡车下面，哎、欸，阿宅在对啊，阿宅阿宅，阿宅在这里，阿宅阿宅，阿宅哦，是长得比较高大英俊，然后呢身材算是不错结实啊、只是个性呢非常的腼腆呐、啊。好了，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赶紧两个都没讲啊，来，
哦，难得他们重新又爱上了网球了，不然的话之前的都是要咬石头的。好，来来哦，去爸爸那边快点，去爸爸那边。哎呦，打到九九，经过一个弹跳呢，打到九九，好险我们九九哦够用。好，来，好好，还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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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知道知道，去啊去啊，快点，哦哦哦哦，来快点，咬过来，对，大大来给我，给我来，哇哇哇，大大也有，好，好了好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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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断奶了断奶了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哎，你看你爸爸在那边对不对？过去找爸爸，哎呦，九九开始闪了，哎，九啊，你十岁啊，你创啥啊？你看到球啊，你还要闪啊？等一下等一下，再一次。好好好好好，哎好啊，你不是超时了是不是？不然你去追啊，哈啊，你去追啊，去啊去啊，哈，去，耶耶，小鸟小鸟，快点小鸟，出一个嘴，出一个嘴，你还出一张嘴，哦呦哦呦，多多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多多你回来不要踩这一块好不好？这一块都是泥巴呢。啊，这泥巴你的脚就会黑黑，你看你的脚弄欧耶，你看啊，你两个人赶快都黑掉了啊，去吧。啊，那九九九九，你有上面一点没够吗？啊，没有小鸟哦，小鸟在哪里？啊哈哈，好，哎呀，来，哦，这有多多比较坚持啊，来，好好，我们来玩，我们来玩抛接，抛接来。来，多多来接表演个接杀给人家看一下。哦，差一点差一点。好，再一次再一次。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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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放开啦放开啦。嘿去。来，大大瓦力。大大来准备哦，接杀。哎呦，好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过一条球你的嘴暖啦。放开放开放开啦。放开放开哦，你看这一颗球已经被你们玩成这样了，我的手都是你们的口水咧。啊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在跳舞啊，多多，你跟他跳舞嘞？啊，去吧。他们两只加速的那个速度，现场不知道有没有录到哦。跟他劲点啊，超快的。来，那现在呢，外面正在下着微微的小雨，所以呢，我想说趁雨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呢，让他们出来跑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如果雨再大一点，他们又没办法出来直播散步了。OK。OK， 好来哈，多多，你身高鬼比弄头嘞，你看大大已经不玩了，大大已经走到旁边去了，啊，九九还在后面散步哦，啊，只剩你一个坚持要玩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很坚持哦，哦，你喜欢这个咬球的声音，还有那个口感，对不对？啊，拿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拿去啊，不要哦，他不要，来九九来九九九，打快位来来来，接着补你杆，不要，好去了。阿九，我拍手，我不会再给你摸，我手上都是他们的口水，我现在不能摸你，不然你的脸会很脏啊！哎呦哎呦，有小鸟了哦，九九看到小鸟了，看到小鸟了，有一只麻雀飞过去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多多，我们不要玩了好不好？你看这一颗球已经变成卡布奇诺的奶泡了呢。啊，怎么样？你还要玩哦？哦，你今天体力无限哦，你体力无限啊！不要撞我镜头啊！好，大大大大。你那一边，你那一边，哇，多多还是抢到了。阿九，九，没有小鸟，没有小鸟，你就不要乱叫了，好不好？这就给出一点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多多，我们不要玩了。你看那个球都已经那个了呢，你都已经黑掉了呢。啊，你看我的手，整个手都脱了。你确定你还要玩？啊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啦。你改看，你还沾树叶，这个很脏啊！啊，来啊，到老累来，到老累来，去吧。哦，这两个囡仔体力无限，哇，大大强到了哦，哇，而且还加了很多草哦，啊，嘴巴里面都是草哎，来，来哦，要死我！你来看我这规矩手拢是因的嘴烂了，好了，大大还我来。那大球要给我，大来球给我，球给我啦，笑脸呢？你有听人讲话无？球要给我，
好，最后一次哈，最后一次哦，哦，不然那个我们球要拿回来洗，这一颗球已经被你们玩成这样子了。好，最后一次哦，去吧。哇，哦，多多用跳的，他真的是一个天生就是一只猎犬的灵魂啊！哦，真的蛮啊，欠栽培啊，今天欠栽培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我的手都已经都是口水了。来，还我，来石头还我，我们要回家了。九九六。来，还我，好了，不要玩了哦。好，今天的战机就是这样，一颗好好的网球被他们咬成这样子。好，先放着，手擦一擦，我要准备了，要带他们回家了哦。好，好了，今天直播简单就到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三宝在玩，还有我们阿才呢，正在卡车下躲雨。哦，那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。哎呦，多多已经跳上车了呢，哈，脆搭哦。好了。那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